美食制作完毕，林嘉轩和孙坚立即赶往最后的惊喜现场进行准备和布置，而人爸也在李勇和罗西的陪同下即将抵达。曲径通幽，闹中取静。对，而且它还是个亭台楼阁，真的是海上梨园。海上梨园。摄影有这样一个漂亮，是这个啊，是是是是。你看，没错，有这个可能吧？这肯定难了，我已经有感觉了。你说这第，你不要整我，我跟你讲，制作人，你不要整我。叔叔出现了，你看昨天说什么事？昨天说什么事？叔叔在这边。是，你不要整我，我不懂这个玩意儿。我们就把人爸爸交给你了。蜀山立了红头先，济阳神带到。最后一关，不管遇到什么。是。你只要需要我，是我就在门口。你就出去，感恩，加油啊！叔叔，每张照片仔细看哦。哇哦，很用心哎。奇怪的感觉，哇哦，生煎包。假的，感恩感恩是您的口头禅，也是因为你有一颗感恩的心，让我们在爱的环境中长大。你的爱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学会勇敢，懂得坚强。献上我们感恩的心给我们最爱的爸爸任明庭。像一颗尘土，有谁看出我的脆弱？我来自何方？母亲归何处？谁在下一刻呼喊我？天地虽宽，这条路。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，我还有多少爱，我还有多少泪，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伴我一生，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。
太棒了。太厉害了，安排这一段。不要看。太棒太棒太棒了，太棒太棒太棒了，从来都不知道《感恩的心》这首歌怎么那么难唱啊，如何如何，这一招这一套太厉害，这一招太厉害了，这招真是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来这招，谢谢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感恩辛苦了，辛苦你们，辛苦你们，辛苦你们，这条路不好走，辛苦你们，谢谢谢谢你先跟我分享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？没有，他在门口时，我一看他就叫我进来，我一看都是照片。所以你看到的第一秒，第一张照片是什么？我吓到，怎么会有你？你看到第一张哪一张？怎么会有你在里面？哪一张？后置的好厉害！什么后置？那不是后置。我真的在你后面啊，真的假的？他昨天一整天都在现场，我一直都在啊。真的吗？那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去找几张重要的照片。所以你以为那是我？对对对，就是他们拍，然后我假装这样，然后把我 P 上去这样。对啊。好，再拿一张。我从头到尾都在。只要你蒙上眼睛，只要你没有发现的时候，我都在。来，为你解答。先从第一个来。好，好，先等。那我顺一下顺序哈。哇哦！面条，面条。是我吗？这怎么可以？真的呢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你不要呛到哎，慢慢吃。猫，没了。还有还有，还没。好，里面还有剩的哦，里面还有剩的。好，看啊。时间马上就到了哦。这个在后面不是我啊，哇哦，这不是 key 上去的，哇哦，哇哦，八个字，加加加，是是是加四，加四永远的避风港，耶，那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爸爸真的有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。我今天非常非常早起，我就去菜市场，是，我去买菜。真的啊？这不会是你炒的吧？对。真的吗？就去学做上海生煎包。你先自己做的？真的假的？从剁肉，从和面团，从擀面，然后从这个打折，但是你应该已经冷了。没关系，我吃你做的。好，来来来来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上海生煎包对你而言是一个，就是很美很美很美的故事。对，而且我知道，因为你会想起你的外公。外公，我外公长得很帅，外公有180公分呐、啊，又快又帅，他是个海员。然后我外公外婆非常疼我，
那外公没事就会带我，他很快很壮啊，把我劈在肩头上，就是带我到这个隔壁巷子的一个上海神仙包。那个应该是5岁的记忆的，但人就是会老化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人一生中最甜美的回忆应该是小时候，就像你们小时候一样。我只有两个字，感恩，非常感恩。我从头到尾都吓到，我没想到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设计。非常谢谢，非常谢谢我的孩子们安排这个非常非常感人的这个爱的活动，非常感恩。这是确认一下啊，对，这是由海天冠名的浙江卫视熟悉的味道。海鲜，罗西、孙坚还有玉，我们三人是海天美味大使。哦，是是是。对，然后那是不是你们一家三口呢，在海上梨园？哦，在熟悉的味道，是再一次为我们演绎出感恩的心。感谢，感恩，来，走，我们出发。熟悉的味道，爱要你知道。我来自偶然，像一颗尘土，有谁看出我的脆弱？味道是一种千变万化的存在。当人生注定要经历磨难，当生活变得迷茫不安，好在还有家是永远的避风港。亲爱的父亲，感恩你给我们的守护，感恩你竭尽所能让我们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。